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，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，今日你更要珍惜之前有人继续勇敢发声。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，炮轰不已，一直坚定坚持，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。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、PayMe、Patreon 转数快叫交，力争公道、公义、公理，哪怕歇斯底里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，力竭胜势，直到胜利，请支持 My Radio。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《毓民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的主题是匪夷所思。匪夷所思这四个字是常用的成语，它出处就是周易，就是易经的换卦。换有忧，匪夷所思。匪即是非，亦都是个不字，这解夷呢就是指这个法度规矩引申成为平常的意思。即是说个言谈行动离奇古怪，不是一般人根据常情所能想象。意思相近的词语就有不可思议、异想天开、胡思乱想、或者想入非非等等。美国十二位跨党派的国会议员上个月底呢就去信诺贝尔委员会主席，提名香港三位学生领袖黄之锋、罗冠聪、周永康和2014年的占领运动来竞逐今年的和平奖，以表扬他们以和平手法为香港争取政改及自决，并保障香港获联合声明保证的自治。这个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就表示对此感到匪夷所思，他说占中就没有为香港民主争取到任何进步，反而使到中央政府更加担心，就令到一国两制的空间就可能收窄。至于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刘少佳就说，中国政府呢就一向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是打击中国的政治手段，认为西方国家就意图利用中国压制反对派的行为来攻击中国和香港，令到中央更加顾虑香港会不会成为棋子，勾结外国势力做这个颠覆行为。对于中共奴才的奴才李慧琼，为强权张目的学者刘少佳来讲，三位造反蛙儿可以得到提名竞逐诺贝尔和平奖，当然是匪夷所思啦，不可思议啦。但是他们又会鹦鹉学舌说什么美国赤裸裸干预中国香港内部事务，又或者会有提防外部势力介入香港政治的警觉性，那么向党交心。政治表态互相矛盾，莫非是精神分裂？无论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，亦或香港三位学生领袖获得提名竞逐诺贝尔和平奖，李慧琼、刘少佳之流有匪夷所思，还是外部势力谋我之心未死的政治表态，亦都是正常不过的事。难道他们会说，作为香港的中国人，我觉得与有荣焉、这个是美国国会议员对香港民主运动的肯定吗？如果是这样说，就真是匪夷所思了。看到香港满城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奸匪茅贼骑在香港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出自易经换卦的匪夷所思可以有新的解释。依附权势打压港人，破坏法治，为虎作伥，是香港奸匪正常的言论和行为，就匪夷所思。香港人一定要团结一致，和这些卖港贼战斗到底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，下集再见。